没有，做鱼必须是肥油，肥油可以把那个安康的香味儿，嗯，确实香了。这是什么？甜面酱。啊、嗯。为什么要加甜面酱？香啊！尤其这种带胶原比较多的这种鱼，用酱炖，粘稠稠的，好吃啊！安康鱼干，把锅烧完了以后，小火，倒啤酒，不用太多。对，火候也行，就直接把肝划进去。这一定要是这种温水，这样的最大的作用是嫩啊。你看那个全聚德的那个鸭肝，为什么是那种入口即化？它差不多是用80度的水把这个肝啊给温熟的，就不能上百。加盐，太嫩了这个。刷，给我点那个昨天买的香草。这怎么说叫几片？很嫩，哎，你要从食品学的角度解释解释，嗯，为什么鱼干牛逼啊？鱼干就鱼干油嘛，它那个不饱和脂肪酸，吃完了之后你又不长胖，又防那什么，又防，各种心血管疾病，还聪明。基本上这个鱼的鱼干的状态吃起来会很像。哎，那香草没有吧？还是罗勒，加一点罗勒，福建的什么？椒末椒。哦，行行。然后我们加一点辣椒，加点辣椒，浇上哈。今儿阳光真好哎！来打个招呼，好，吃饭吃饭，好好一菜。好，我来了。
吃完了，吃吧，开始吃吧。嗯。